大家好嘛，欢迎来到乐活人生频道啊。在开始之前呢，记住要按个 subscribe 和 like 我的 channel 啊。Hello， 大家好啊，早晨啊 ，Grace 你好啊。Hello， Joanne 早晨啊，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早晨啊。是啦，咁啊，又到星期四啦，喺度同大家见面喎、啊。大家今个礼拜好嘛？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嗰、那个能量饮品嗰、那个补充水分噶啦，大家有冇不妨去试一试啊？感觉如何呢？咁入嚟嘅朋友记住同我哋 say hi 喎、啊，同埋咧分享一下上个礼拜你试饮咗嗰个 hydration drink 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给我哋嘅 comment 啦，我哋可以知道究竟有边一方面你嘅感觉系点样啦。咁、啊，可以分享咯、啊，或者将我哋嘅 live 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有需要嘅。咁好啦，今日我哋又讲咩咧？夏天又嚟咯、啊、，Grace， 我哋今日讲咩啊？夏天又嚟啦，咁所以咧，我知道咧，我哋當然咧係喜歡出去同陽光玩遊戲啦。咁玩完遊戲之後，我哋流好多汗啦，或者就算出去個唔好話做運動啦，就算出去咧行下，普通行下嘅時候流汗嘅時候，我哋上個星期咧就會已經話咗俾大家聽啦，就係點樣補充我哋嘅電解質嘅時候咧，就會用我哋嘅西瓜味電解水啦。咁我哋好啦，如果咧當我哋夏天啊，好多時候都喜歡咧係 BBQ 啦。咁我以我記得咧，我當時以前喺香港嘅時候啦，通常咧同啲朋友去 BBQ 咧，放喺旁邊嘅嘢飲咧，通常都係一啲咧，看似可以咧係可以燒冇咁熱氣啦嘅飲品嘅，例如可能係汽水啊，總之有一啲冰冰涼涼嘅感覺嘅一啲嘅飲品啦、啊。但係好多時候裏邊咧都係好甜嘅。咁啊，如果有媽咪嘅時候咧，咁啊更加好啦。媽咪就會煲一啲即係夏菇草啊、嗰啲啊，係啦，嗰啲嘅茶啦。咁好啦，但係我知道而家我哋喺加拿大啦，咁未必呢啲嘢買到啦。咁啊 ，Joanna， 我想問下你，你又咁中意成日去BBQ 啦，咁你會有啲乜嘢準備放喺就俾啲朋友一齊可以去飲咧，又覺得好舒服嘅飲完。係啦，咁啊問得真係好啦喎。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介紹咧，我必須每日都會飲嘅咧，一個叫做排毒茶。咁咧，佢係一盒裝啦，咁入邊咧就有睇先，有28支啦，啱啱一個月啦。咁咧，其實每日飲咧都係有幫助噶。好啦，頭先 Grace 有講到咯，咁BBQ 咁就好熱氣啦，個個都想去清熱啦。其實咧呢、這個排毒茶咧係幫助你清熱之餘咧，亦都幫助你個消化系統啦、腸道嘅系統啦，同埋咧就係、是、譬如話你通常我哋開心，我哋又食多咗啦，咁啊可以去消化，容易吸收啦。咁食落去，即係你飲落去咧就。你用熱水沖啦，和暖嘅水啦，咁飲落去會好舒服，會舒緩你個胃腸胃嘅飽滯嘅問題啦，同埋亦都係清熱解毒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入邊嘅成分咧就有甘草啦、薄荷提取物啦、肉桂啦、蒲公英啦，同埋山根嘅山薑嘅。咁入邊咧，其實佢呢啲嘅成分咧，即係大家都聽到好似好多藥材，有少藥材喺入邊啦。咁其實佢係幫助你成個身體嗰、那個腸道嘅健康啦。但係唯獨是一樣嘢，想提出嘅咧，就係話，因為譬如話頭先阿 Grace 講到啦，我哋煲夏枯草啊，有啲去解毒嘅嘢啦，但係我哋唔擔保入邊冇重金屬喎、啊。當你煲咗之後咧，你好有機會咧就飲埋啲重金屬入身體入邊。但係我哋Usana 嘅品牌咧，就係、是、我哋所有材料都係經過測試啦，經過任何嘅過濾啦，令到咧可以排走任何重金屬嘅喺入邊，或者毒素喺入邊，所以變咗咧，所有每一個產品咧，我哋飲咗落去咧，
都會好安全啦，亦都好安心咁去飲嘅，係咪啊 ，Grace？ 冇錯啊，因為咧好多時候咧，的確嘅中藥點解？因為我哋Usana 公司都知道啦，其實中藥咧係一個中醫藥咧係已經有咁多年嘅歷史啦。佢當中咧係每一種嘅藥材嘅屬性啦，同埋對應我哋嘅身體咧係。一定無可置疑是有好處，但佢嘅問題就在於怕於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咧，試問大家，如果你想煲個夏枯草嘅時候，其實你都係好簡單就咁去一間可能係藥材鋪啦，去買嘅時候，請問大家，你會唔會問嗰個嘅店主店員嚇？會問佢呢個夏枯草裏邊有冇一個嘅重金屬嘅研究報告㗎？個重金屬多唔多㗎？你會不會問呢？是的，當然不會問啦，不會問的，沒錯啦。但是大家要知道中藥呢是好，但是個問題就在於呢，其實就太多呢你知中國地大物博，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會同時出產同一樣的東西，但是你沒可能會知道，因為你是一個小小的消費者。但是呢我們Usana呢就會呢是它會是做了很多的重金屬的測試、毒性的測試啦。咁因此點解我哋上次喺呢本書裏邊介紹咗咧，就係、是、Usana 嘅產品係咧無毒性啦。咁同埋咧，最重要嘅就係咧，我哋係唔係用明星咧就做代言人，我哋其實冇任何嘅代言人，而係我哋有咧就係、是、一啲嘅運動員，係奧運選手運動員，因為奧運選手運動員咧佢有嚴格嘅測試啦、驗尿啦，咁佢只要有少少差池，佢整個嘅運動生涯就冇。於是咧，佢哋好小心咁樣去選擇，但係又明白到，因為佢哋過分嘅運動嘅時候，其實身體營養流失得好緊要。咁於是因為見及此，我哋 Usana 好有信心咧。就可以將我哋嘅產品咧建議俾佢哋嘅使用，咁所以點解你大家如果你想有興趣咧，第一陣我哋會喺下邊咧都會有一個咧係關於邊啲運動員係全球超過咧係4500個運動員，包括奧運選手都用我哋嘅人嘅名單啦，你可以睇下。咁所以呢一個咧係非常之好，就係、是你可以當然可以熱。因為我哋華人可能喜歡飲熱嘅飲品啦，但都明白到一樣嘢，譬如你要燒烤嘅時候飲熱飲好似唔過癮啦。咁當然你哋都可以將佢雪咗佢啦。咁因為由於佢咧裏邊咧有一個有一啲係好有一啲嘅成分，令到你甘草啦、涼涼地啦、甜嗰個嘅感覺嘅口感啦。咁所以佢呢一個嘅產品唔單止佢係唔會有額外加嘅一啲糖啦。它所有的甜，因為甘草大家有吃過都是甜的啦，所以它的所有甜都是來自於天然啦。而你喝這個的產品的時候，你會知道的就是、你會令到你的胃舒服啦。當你的胃舒服的時候，你試想想你的消化更加好的時候，你那餐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受著滯的感覺，你又可以吃很多東西，吃完之後喝回杯呢，很快你又可以繼續去吃甜品、啊、所以呢是能夠可以很好 enjoy 的。我知道做完你之前呢跟你的朋友出去吃東西之後，哇，你的朋友呢個個都很滯，滯到呢吃不到，第二天都吃不到東西，但是你呢完全沒有受到困擾，是吧？因為你懂得選擇一些可以令到我們消滯的東西，是吧？有特別的方法是啊，因為大家要千萬要理解，就是消滯的方法不是將你吃了下去的食物好像變魔術那樣溶解了，而是我們只是將你要、那些的食物將好像鉸剪那樣剪到很小很小，令到它容易令到你的腸道去吸收，當你容易吸收的時候，那它就是消化到咯。其實個原理是這樣，並不是好像 magic 那樣落了一些、灑了一些粉下去就嘶一聲沒了這樣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今天介紹完第二個盛夏夏天或者是任何時候都很適合喝的產品，起碼呢希望大家呢就要可以再留意一下啦。我們會在下面呢就有些購物 link 啦，還有有關於這個產品，而我們也都知道啦，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享受一下這個產品，所以我們呢大家要留意我們的 post， 我們都會有一些呢抽獎的活動呢是去給大家的。哇，好開心啊，聽完抽獎是不是？
咁所以咧唔好唔記得啦，記住 click 下下面睇下我哋抽獎個方法點樣去做啦。因為有機會你可能抽到一個，你可以今個夏天可以試下啦。因為我哋食到飽飽滯滯嘅時候，呢一包係真係可以幫到你做到好多嘅解決你有需要嘅問題㗎。系 OK，啦，好啦，好啦，咁我下個禮拜見啦，拜拜拜。拜。喺你临走之前，记住将呢个咁有意义嘅内容 share 去俾你嘅朋友 ，subscribe 个 channel，like 个 channel， 同埋揿埋个小铃铛，咁最新嘅影片上载嘅时候，你就系第一个时间知道啦。我哋下次再见面啦，拜拜。